本期话题：外阴止痒效果好的药膏。孙晓光，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外阴瘙痒呢，是我们女性朋友经常见到的一种情况啊。这个外阴瘙痒啊，实际上，是有好几种原因的，并不是一种原因，我们要对症处理。最常见的外阴瘙痒呢，是真菌性阴道炎。我们外面可以涂一些止痒的乳膏，在这个市面上，比如含有这个苯海拉明这样的乳膏，或者是含有激素，然后有抗真菌的物质，比如康纳乐呀，或者是皮炎平啊，这些都可以改善痒的症状，阴道的炎症。我们可以用这个甲硝唑一类的，比如那个甲硝唑阴道泡腾片来治疗这个滴虫或者是细菌性阴道病引起的痒。